那也行，我就给你当一回逆子。这以后咱就是兄弟了，是不是？我操，坐着我现在是不是得跟你拜个把兄弟？坐着我认你做大哥。我操，我也认你做大哥就行。那我们都是玉龙的叔了。我操，有好多妹子，都是带伴儿。我操，我又不是叫着喜欢那 shemale。 我又不是小人自己本身是 shemale。 操，我是 shemale 这事儿都让你们知道了。耶、yeah. 昨天你不说你想穿婚纱吗？我什么时候昨天说过我想穿婚纱？那就说过。我也想低调啊，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啊。有人踢到了这线呀，玩了十几年魔兽没拿过角斗士，那就玩了十几年。二踢到了这线。 对你看，你看小人这玩了短短三天魔兽，就拿了八个角斗士。这直接 PayPal 买了一个号。这游戏开始送角斗士了是吗？得运气好的。不应该是修飞机吗？那没那么多飞机修。也就是来活就干，没活就守着呗。有哎、有军队的汽配城，让你说的特别。死光了，死光了，气的，我操，制霸了。李浩一枪点死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制霸了。是他们全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几个人？哦、有人在打我。三个人，倒了一个，看见我了。来一个。剩下人呢？剩下人呢？也在那边。哦，我这树后面有一个。都在你这边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应该是我这抄钩子抄的好啊。不能。哎哎哎哎哎！我操，车！我操，那这能爬上来吗？还行，还行。哎呀，我操！就不该让星际选手开车。大晴天都看不见路了。嗯，那么大一条河。这跳了一百多回了，哎。啊，完了。就汽车了是吗？我这不仅可以是狙击点，还可以做一个碉堡，用这个。机式搬枪，机搬枪呗。他们在各种找，可能看见我的。操！这是被打了。哎哎哎！你打！我这位置不是，不是他们打的。啊不，这是。你这个操！太他妈爽了！你这打不死了呀？他在水里呀，你打他露头了呀？后边那个不露头了吗？淹死了，淹死一个。我有一个起伏枪、啊、我有一个二倍，我有二倍。这声是哪儿？北边，北边干了。北边渔，咱们的北边，他们包过来了。渔村的人包过来了。在咱们北边。
我看见了，已经进废墟了。啊，进来了，在我落的那个点。我这可以救一下。啊，在我落的那个点。打一枪。打一枪。没人了。就在那树后面，他没血了。我来救，我来救格拉斯。老大爷。我炸雷那个树后面看见了吗？那人死了，我直接又来一个。啊哈！我扶死的。我看来，我看又来那个。又来的人在哪？啊操！死了死了死了！直死哈、啊？那这没人了。子没人了。段公子你不行啊，段公子。头。叫什么二级？车。干了干了，打了一枪。他停车了。哎呀，没打过，石头后边，石头后边。哎呀，不，先说呀，位置。看你了，叫叫，干他干。叫石头后面直接扔雷。哎呀，补我了。直接扔雷啊！他们要起没雷啊？你有雷，你装。五就是雷、哦、没雷，右边这个的石头，对对对，哎，别出去，太远、太远了，你几的雷被他扇回来了，接着扔，接着扔，接着扔，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全死了，全死了，全死了，沙直接跳，呜。肥了肥了肥了，什么声音，谁他妈那么着急捡东西都摔着了，哎呀，开着车就冲回来了，这更从悬崖上，操，太着急了，那走啊，太大了啊，这圈都这么小了，上山吧，那就我打点那位置是这里的最高点，还有一辆摩托，哎，开着车离我远点，啊啊，也就是李浩宇你一开始那几枪太马了，有人吗？没人，一对宿舍楼，宿舍楼，宿舍楼五个伞，嗯，太多挂了，嗯，就我一上了黄金就全都是挂，我这种不用挂，还天天带着青铜选手负重上分还能上黄金，太厉害，快算了吧，什么都没干就死了。要不是我第一个发现那块蹲了一个人，你这杀不到那个人，我们还会被他们摸。现呀，这个黄金选手，丢人！黄金选手上把子骑着摩托车送我的。那也就有黄金选手可以喷了。黄金选手。就这个黄金选手分越高越丢人，证明了我的实力，证明了这个游戏多不靠谱。哦，这个不跳的，哎呀，雪地呀、啊，还跳河吗？上回我们就跳了回河，上回我们跳湖不就厉害了吗？跳湖里 ，possible zoom 呀。跳湖里分开打野，然后就把城里哎呀，他们跳湖吗？跳湖里吃城里，那个厉害，不用着急，没人会跟我们抢的。湖还有人抢，操，没有天理了，好不好？只有黄金选手能想到这种地方。有黄金，这个黄金选手越来越丢人了。对，黄金选手。随着 rank 的上升，思维上升的下降。城里，
对，咱们叫对五个伞。怎么叫五个？有人也叫六个，六个伞，六个伞。哎呀，我跟小，有那么多人跳湖了。对啊，我操，他们已经学习了黄金选手的战术了。旁边俩人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个野人？嗯，这边怎么还有个人？这是哪来的？嗯，怎么打死你的？他在哪儿打死你？就在这台子上拿枪跳去了。这什么鬼？这是？就在你们这一侧的台子，拿着枪跳下来把我打死了。好，我把他赶下去了。进圈，进圈，我看一下那个在那个的后面。直接死了，直接死了，没了。是直接死了吧？不是，我补死了。不是补死的，补死的。那石头后面还有人。咱先进圈吧。不行，他就从屁股后面过来一下。你们先进，我在这看着他。啊，他摸过来，摸过来了。在，到我脸上了呀！哎，你妈了个，友军伤害！哎呀，他们重叠了！哎呀，七道个，七道个！哎，那我就